无家可归后的我跟兄弟的姐姐借钱了。哎，姐，姐，哎，那个是谁啊？你男朋友啊？同事啊，看不出来啊。再说了，我有没有男朋友你不知道啊？那个，我想。怎么了？吞吞吐吐的。那个，我能不能借点钱啊？什么？哦，我借点钱，我想租个房子。租个房子？你不是？哦，我一直跟朋友合租，但是他那女朋友最近来了，这不太方便，我想搬出去住。你看我这是吧？哎，我有一套公寓正好空着，要不然你住吧。不要，哎，等会儿不要了吧？那个，你还是借我点钱吧。你不放心，我肯定还给你的。那你需要多少？那个1000就够了。啊，我这有2000。不，2000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我1000就够了。打折。你还要日常开销啊，吃饭什么的。行，那谢谢哈。那最近我可能不来接你了。那个我下班以后我去送送外卖啥的，那个赚点外快，我早点还给你钱，行吗？行，着急吗？